城心事，大城心事。阿 Lee 晚上好，晚上好啊，陈总大哥，系点啊？冇啦，帮你研究下讲赌博希望第日定定唔好去赌啊咁样啊。我都系第一次打你啊。嗯哼，你有赌嘅？之前好紧要赌，我都见唔到啊。OK， 而家戒咗啦。依家。想计，不过我有时真系好艰难哦。睇你有咩方法啊，或者系咩啊？有咩方法啊？研究下。即系你仲未戒到？即系咁，我得闲嘅时间咯。如果得闲啊，有时都会搞下咁样啊。搞下小赌啦。小赌怡情咁啦，一赌落去就好咩哦？点样啊？望赌好紧要哦。你系望赌？系啊。望赌啊，真系好严重哦！随时随地，好方便，好简单就可以做啊。就系咯，因为睇你我系即系咁点样讲啊？你打电，你铺印几耐咗啦？好耐咯，我睇十几年。你结咗婚未噶？啊？你结咗婚未噶？结咗咯。OK。嗯。太太都知嘅。太太啊，知，不过就即系点啊？即系都系点样？有时嘈交咯，有时又咩啦，因为赌有时赌系咪就忘我境界讲话一样哦。你有冇计过大概 roughly 输咗几多钱啊？我啊，如果真输我看输。真的算不出啊，应该是很多钱啊，如果好几百千。我看几百千啊，赌了这么多年，你应该会超过吧？超过百万？也说不定啊，大概了。OK。因为赚的钱哦，很多都，哎呀，所以就讲这。见酒吧吧，劝那些千万不要网赌啊！哦，因为网赌真的很难吃吧？那你工作的时候，你在什么时间赌比较多？比如讲休息时间啊，因为我工作会比较自由啊，所以就。空时间比较多，有时候就讲随时随地啊，都可以玩，除了是好像开会啊，meeting 啊还是什么啊，你有这个意愿要戒吗？尽量想办法咯，不过是很难戒哦，戒赌的太多了。我再问多你一次哦，你有这个意愿戒吗？我是有意愿，不过。不过什么？那你看你的看你给我的意见呢、啊？没有，给我一点什么？你我很需要你回答这个问题。你真的有意愿要接吗？真的有意愿呢、啊？你没有哦。你没有哦？你随口讲而已。你随口讲，你没有意愿接。你冇意愿戒哦，你系随口噏。没有意愿啊，你随口噏，你去应付，拿来应付大家。可能人家问你什么，你就随口回答。哦，我有的，我有的，但是你的意愿不强。不强，对，你讲的这个对，陈忠大哥讲的这个对，不强，因为甚至严格来讲，你也不是太想。你口我们的 OK 我们的脑袋里面呢有分两个层次的，
一个层次是属于表面的，表面态，表面态就是人家讲说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来，得空我们去喝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其实你心里面不想，但是表面上不是这样子回答咯。大家相处而已嘛，嘻嘻哈哈，吃个饭，好好好，下次吃饭吃饭，几年都不来找你吃饭 ，OK？ 那你要戒赌吗？啊，戒戒戒戒戒戒，你现在是跟我约你去吃饭那种，随便就是赴宴啊，就是讲两句话啊，我会的会的，好好好，我找你吃饭，根本你就不想。所以当你的心没有去到很通，真正。OK， 真正很想很想也不一定接到，但是它有不同，那个层次有不同。你的脑袋里面哦，只是觉得是啦，我不应该了，但是我还是没关系啊，继续做，因为你自己本身没有静下来，静下来哦，真的很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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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一个人，不要叫去到一个地方一个时间，手机不拿起来，什么都不拿不碰，坐在那边静静想，一直想一直想，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一直想，为什么我要赌，我真的要戒，我真心要戒，我不能再这样子。你有孩子吗？两个。多大？我孩子应该分派，一个分派，一个是。他们有网赌吗？哦，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自己赌都怎么样呢？我自己会走赌这条路哦，我就会很注意他们这种，所以他们。你确定他们有一天不会？他跟你讲，他问你，你都可以赌，怎么我不可以赌？那你怎么回答？因为我赌我是没有给他们知道啊。我问你，有一天有一天他们说你都可以赌，周末我不能赌，你这么回答哦，这样啊。你看赌徒讲话漂浮，你不敢正面回答，不踏实，不踏实。这是赌徒哦。嗯，你两个孩子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赌，他跟你说你可以赌，我周末不能赌，你打算怎么回答？不要笑，不要笑。我这个是很认真，我现在很认真的问你，这个事情会发生的。因为网赌无处不在， anytime 你都可以 roll 过去。爸爸从来不敢去教育他，哎，赌是害人的，什么什么，你们千万不敢，不要碰。可能你也不敢跟他们说，因为你自己在坐着。嗯，早期我也是有跟他们讲过的，赌博这东西全部是不好的。当我谈这个严肃的话题，你不要笑，因为你笑是尝试，嘿，一笑而过，把这个问题淡化。这个是你常用的手法，有发现吗？还是想一笑就把它带过，不想正面回答。所以我说你要面对啊，刚才我讲的你要停下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真正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因为你每一次一碰到这个问题深入要想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头脑一 touch 到差不多的时候，你自己闪开不要想，有吗？深入想的时候不要赌了，要戒。想到差不多，你就自己的头脑就逃开，不要想。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了。所以你怎么戒？我刚才讲的，你是真心要改吗？还没去到真心，你在表面敷衍嘅，系咁随便答。系啊，我要戒噶，我要戒噶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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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什么好笑的？这个是终身问题，你一辈子的问题，你觉得很好笑吗？对啊，因为年纪也越来越大哦，就会觉得怎么样早前就会越来越慢嘛。你今天还不停，等到孩子有一天，其实你赌已经是无心工作的。
你也缺乏那种打拼的心，让自己进步的那种心态，你全部都减低了，一定减低的，没有那么用心去工作，所以你提升自己的那个整个过程都非常慢，停顿了。慢慢，如果你在事业被淘汰，收入一直减，孩子出来工作，你这一个瘾还戒不掉的话，你就一直跟孩子拿钱。我让你看到未来，如果你今天不接，太太也很讨厌你。如果你有一天失去工作，还是找不到，你就一直跟孩子拿。拿不到，我怕你有一天真的做傻事。我说的傻事不是你自己伤害自己，跑去跟大耳窿借钱。那个瘾斩不掉，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太得空，你就赌得更疯狂，然后失理智，然后就借钱，然后就跟孩子拿，追到上门，跟你家人逃，跟你孩子逃，你孩子就开始，这个爸爸怎么回事，大家开始远离你，这可能性存在吗？存在。不好笑哦。你真的，其实这些你都知道可能会发生，但是每一次你要停下来想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自己逃开了，你的思维，你的想法逃开，你的瘾大过你的可能会发生的那个悲剧，你整个家散，到最后没有人理你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。有什么好赌？很好玩吗？好玩啊。很开心吗？每次玩开心吗？有什么开心的？他根本就不开心，你每次玩根本不开心。你去看一套电影开开心心，翻看周星驰的电影你还更开心，你赌有什么开心？没有开心，根本就不是娱乐，根本不是娱乐。对，你每一次玩都没有开心过，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理智，这个就是全世界，当变了赌徒之后，你突然间，你原本聪明的就变得很笨了。为什么笨？你不可能赢的。回答我 yes or no。 对，那你还继续，你赢一次你可以停吗？你不能，所以你到最后还会输，输到没有了啊，你就暂时停。如果你那刹那赢，你能停吗？你从来就没有停过，你一赢的时候你从来就没有停过，下一次又继续又继续输回去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赌了十多年会赢吗？理智告诉你不可能，但是你还是控制不了，那你觉得你是聪明还是笨？很笨。但是你原本真正是笨还是聪明？不笨也不聪明啊。不笨也不聪明，但是比你以前比现在聪明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算吧，因为会去赌就真的不聪明。你每天要记着哦，这种我希望这个魔咒不会发生在你的家，就是有一天你两个孩子学了你，我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家。你能保证不会发生吗？好，这样就不敢保证。你不赌，至少有机会减低这个几率吗？有。那你看着你两个孩子。可以。你今天好好。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想你两个孩子在你面前，你想他们以后怎么样？有两个可能性，一，他学你，他回答你的时候你是没有的，你没有的反驳，你做的我这么不能做，你没有的反驳。第二，你今天不接，或者他们没有赌，但是他们以后一辈子要跟你还债。好，明白。你有没有？我要你
今晚坐下来想最恐怖可能会发生的状况。可以，我尝试。等一下我尝试想。然后就把，不要，然后你现在等一下挂上电话就把所有的这些赌博的 app 全部 delete 掉。可以。然后就一直忍忍一直忍，不要再 download 这些 apps 了。可以可以。嗯，可以可以，谢谢沈峰。你不要再想怎么找别人来帮你，你自己帮你自己。可以，明白。加油了，阿丽。OK， 好，来，拜拜。